下面来介绍一下这条船上各种木质雕刻件的表面处理，主要分为三种情况：一、大块的雕刻件；二、精细脆弱的雕刻件；三、需要两半粘合的雕刻件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的工具，有护目镜、防尘口罩、600号砂纸、硬毛牙刷、宽头手术刀、尖头手术刀、鞋刷、吊模机和布轮、抛光蜡等。先介绍第一种，这种相对大型一些的雕刻件，我们可以先用毛刷把上面的锯末除去，进行的时候可用力打磨。然后再用牙刷打磨清理小缝隙中的锯末。接着用手术刀整理雕刻件的边缘，把雕刻剩下的一些多余的毛刺，还有夹缝中刷不掉的硬锯末等清除掉。然后再把雕刻件的底面在砂纸上打磨。接着，再用更尖锐的手术刀刮雕刻件上面残余的雕刻刀痕。这些工作进行的时候，都需要格外小心。下面我们要戴上防尘口罩和防护镜，开始用吊模机进行打磨。因为小布轮在使用的时候很容易到处飞溅绒毛，同时抛光蜡也会飞溅，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护。首先把旋转的布轮在抛光蜡上面蹭几下，然后在雕刻件上面打磨，
这个过程要很仔细，慢慢的进行，要注意各个角落都要打磨到，对一些很浅很细小的雕刻部分不要过分打磨，容易将雕刻件打平。打磨完成后，可以换用一个全新的布轮，把表面的抛光蜡打掉，再用尖刀将留在雕刻件缝隙里多余的抛光蜡刮去。下面我们接着进行第二种情况，雕刻件的加工。先来看一下我们用来演示的雕刻件，雕刻很精细，有些连接的地方很细小，容易打磨断。我们先用双面胶把雕刻件粘到一块木板上，用手按牢固，然后用刷子打磨。这里我用的是可以加到吊模机上的毛刷头，打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用力过大，要慢慢的进行，不要把细节打断打平。然后再用布轮蘸抛光蜡打磨，要注意打磨时候的方向，尽量顺着一些雕刻细节的方向打磨，防止它们断裂。抛光完毕以后，把雕刻件从木板上取下来，取的时候要注意力度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进行需要拼合的雕刻件的处理。以船首像为例，重要的是把两个结合面打磨光滑平整，才能把拼接的缝隙剪到最小。
为了达到这个效果，我们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平的底板，最好是厚玻璃板，在上面铺上砂纸，然后是打磨的方法，一定要让雕刻件在砂纸上按照八的形状轨迹来打磨，同时按照一个方向打磨几下以后，就要反方向的打磨，这样打磨出来的雕刻件底面不会出现一边高一边低的现象。打磨好以后就可以粘接了，这里一定要使用慢干胶，使用瞬间胶有可能会造成来不及对齐已经粘接牢固的情况，将慢干胶涂满对接面，将两半雕刻件对到一起，调整准确后使劲把两个雕刻件挤在一起，等待十几秒钟以后，用刀将结合缝隙处挤出的胶水、毛刺等刮掉。然后再进行打磨抛光工作就可以了。下面再演示一下掉毛杆的拼接，首先是打磨，这个和前面的一样，然后拼接，拼接完成以后，这里要注意一下，由于雕刻刀的限制，雕刻件的侧面会有一定的倾斜，拼接以后会有中间高两边低的现象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打磨一下，打磨的时候一是要注意力度和方法，二是要经常停下观察，不要打磨偏了，其他的工序和方法就和前面介绍的一样了。雕刻件打磨清理完成以后，我们就要进行上蜡工序。上蜡也叫烤蜡，是在加热的情况下把特制的木蜡油涂到木材表面，同时进行打磨擦拭，让蜡渗透进木材纤维里面的一种方法，可以让木材光滑温润，质感手感和色彩都更好。木蜡油由天然石蜡、桐油、松节油调和加工而成，常温下呈固态或半固状态，使用时需要用热水化开，
需要的工具有小毛刷、热风机、不掉毛的软布、一个小碗之类的容器。首先，我们在容器里面倒入热水，把木蜡油的瓶子放在热水里，木蜡油很快就会融化，然后用一个小毛刷蘸上木蜡油，刷到清理干净的雕刻件表面。然后把热风机打开，一边吹热风，一边刷木蜡油。在加热的条件下，蜡可以更快地渗入到木材的里面。同时还要用软布擦拭雕刻件表面，一是擦去多余的蜡，二是让蜡更均匀、更光滑。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加工，雕刻件就处理好了。